挑战者王子飞，从事模特儿工作的他，即将带来瞬间心跳的魔术哦。瞬间心跳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子飞，今天即将为各位呈现一段美丽的表演。在表演开始之前呢，首先我需要征求一位帅哥上来帮我的忙。哎，你也太快了吧你！谁推我？谁推我？我先被推出来的。因为有人推我，那就让他自己出来，让他选啊。对啊，那就黄灯辉好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年轻就是本钱啊。那接下来我就叫你灰灰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哈。灰灰，这是我平常随身携带的一个包包。你知道里面都装一些什么东西吗？不知道耶。不知道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了。一些我平常随身在使用的化妆品。Maybe。口红。口红。这里有一把小剪刀，麻烦你帮我保管一下。好。由于我是一个魔术师，所以我还会随身携带一副扑克牌。花色点数都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都不一样。你看哪里？看牌。接下来呢，麻烦你帮我抽一张牌。随便吗？随便抽一张牌。这张好了。这张好的。那你自己看一下，也给镜头看一下，好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好了。灰也可以给我看一下。好，你可以看。所以你选的是方块二是吗？对。我要在这边呢做一个记号。把它撕掉啊，撕一个直角。如此一来，它就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张方块二了，对吧？对。请你帮我保管这一个直角。保管。拿着这一张扑克牌。拿着。接下来呢，我要使用到我平常在使用的这一个眼影盒。扑克牌给我，我们把扑克牌呢放到这个眼影盒上面，关起来。其实这个眼影盒是我的魔法宝盒，口红是我的魔法棒。仔细看哦。不见了，还消失了。灰灰，有，你知道牌跑到哪里去了吗？不知道耶。Oh my god！ 这种魔术就对了。我好喜欢这种魔术。准备好，瞬间心跳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呦！哇！哇塞，这魔术好好看哦！灰灰，哟，麻烦你帮我把牌拿出来。啊！我有老婆嘞！开玩笑的，剪刀给我。给我。剪刀还在我这里。灰灰要保管剪刀。哇，剪丝袜谁受得了？可以拿吗？可以。所以刚刚在我丝袜里面的这一张扑克牌，还有你手上的结角，它们完全吻合。哇！真的，好厉害哦！送给你，谢谢。真心跳，好厉害！哎，干什么？这是人家送给我的，我要带回家，给我女儿。欢迎王子的来宾。
美模，一个长得那么漂亮的模特，其实只要钻研在自己的外表、形貌上面、身材线条上面，没有，对不对？不敢。现场很多位我的前辈，对。其实你这样就已经足够。你为什么何苦让自己变得这么棒的身手呢？没有，因为我觉得就是不管是模特还是魔术师，都是一种呈现艺术、呈现美的工作。那我很就是我是无法拒绝美丽的事物。你是个专业的观众，对，研究魔术也七八年了。你说看，刚刚最难在哪里？最难啊，我觉得最难是那个扑克牌怎么进到那个丝袜里面，那个能够进到那个地方太难，因为丝袜本身是密不透风的，就微微的。它地方有破洞，有可能。我觉得它其实里面搞不好有很多张，都已经先 UB 好放在里面。很多张都是。对，你说它是边地方，看一下，我们看左边地方，对，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，有没有？就是放在那个就是屁股那边还是哪里？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再高一点什么啊？它难是难在。可能你会认为那个什么那个粉饼盒啊，对，它就敲一下，只要是个道具，做个夹层，变不见很容易嘛，是，它只要有夹层就好。问题是它怎么进去的？对，手要按图索骥的进去，都要一点时间。不是，而且重点是那张牌还是灯辉自己选抽的，他不会知道他要。而且重点是撕完之后，它两个是吻合的，对，就可见是同一张。我已经抓到破绽了，哎，水。他的丝袜应该只有到这边啊，然后上面都是空的，对对对对，有一条弹簧绳，就这样从后面的时候放开，我要死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先开，先开，这边一定是广，我跟你讲，一般这种丝袜都是情趣丝袜。他的裤子在属于臀部这边有玄机，对，这样翻起他不敢翻，谁敢？绝对不敢翻，对呀，怎么可以呢？一定是有一条弹簧绳这样。我觉得有一些啊，我们其实来宾哦，为什么要慎选？因为很容易拉低了整个节目的层次。胡闹。好，王子飞今天的表现，瞬间让你怦然心跳的内容。请问四位大师，你通过了吗？如果得到了三个 pass， 他就可以拿到10000块奖金。一、二、三，请举牌。恭喜你过关。我跟子飞的观念是一致的，就是他形容了他喜欢美的事物，那从他这个人的身上，我们就可以看到。一个美的象征，当然跳脱美的这一块，我们要回到魔术的本质。今天可能我来表演这个魔术，我顶多拿了魔术盒来把扑克牌放在里面，拿一支很蠢的魔术棒来把东西消失。可是各位想到没有，子飞呢，他把魔术包装了，完全从包包里面从头拿出来到尾都是化妆品，你们注意到了吗？是，所以我认为他是有花心思在这一方面，让他变成是一个女孩子在表演的魔术，而不是男生变的魔术。所以我认为这一块就值得赞赏。谢谢，谢谢老师。美魔女王子杯搭配自己女性角度的魔术，果然获得大师一致的好评。接下来就让我们喘一口气，精彩的大师魔术登场哦！欢迎进入视觉的冲击。好了，今天呢，我为各位带来是一个小木签，这是一个日本朋友送给我的礼物，在神社里面的幸运木签。好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构造，像一个柱子一样。对，马伊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嗨。好，把这个绳子抽出来。抽绳子，过来。对，拿出来。抽出来。好的，看一下这个棍子。中间有个洞，有的，我们看一下哦，每一面都看一下，有的，有，这个洞在中间，清楚，没错吧？对，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是这样子的，我要把这个洞的位置改变，怎么可能呢？固定的，我现在开始不固定的怎么改？仔细看，现在在这里哦，三、二、一 ，Go， 瞬间变来右边。你好风趣，没看清楚，再一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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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变回去，变回去，我也会，三二一 ，Go，
哎呦，这个我也会，这不是那个吗？这个有点难哦。对哦，这个我觉得这有点难，而且有点难笑。大师，这个是小钟哥等级的魔术吧？这是我的魔术，我的变法啦。你的变法转来转去嘛？但今天大师在这里当然不会用这种，哎呦哇，小朋友的大师的等级。所以接下来，请各位仔细看。好，不能眨眼哦。视觉的冲击，来哦。3、2、1 ，Go！ 哎呦，瞬间变换位置，没有看清楚没关系，再来一次，仔细看，动在这里哦，来喽！3、2、1 ，Go！ 哇！哇！这怎么变的？这个厉害！他没有动哎，这个很厉害！这怎么变的？你看，绳子穿过去，的的确确，真是一个洞。哎，他只有这样抓着，然后对啊，他没有转哎，就过去了。接下来增加一些难度哦，增加一些难度。好，好，蚂蚁右手可以借我一下吗？右手还可能捏住这个木棍的头，这里非常好，捏着，绳子在这里，对，想要把它抽出来。蚂蚁捏住木棍之后，我没有办法改变位置跟角度，对对对对，我有握住，仔细看，抓好哦，蚂蚁，啊有，太仔细了，用力，3、2、1 ，Go！ 怎么可能？再 ，Go！ 瞬间跑回去，就在你的手上。有动吗？不要动，不要动，我来。绳子穿过去。有动。哦，为什么？好，手可以放开了。好妙啊！就在里面，不会动。好，接下来挑战一个。哦，这个好幻觉。更高难度的。好。我要让这个洞在大家眼前瞬间变化，3秒钟，仔细看，3、2、1 ，Go！ 瞬间变化位置。重点是，刚刚到现在大家一定觉得木棍有问题，所以我们要来彻底检查一下。宋希，你请检查一下，看可不可以穿过去。对，试试看可不可以穿过去。可以呀。拉拉看，这个洞有没有办法改变，或是有任何奇怪的地方？没有办法。哎，真的耶！主持人好莫名其妙。检查一下，彻底检查。很多魔术师的东西是不能检查，但是一个彻底检查。而且甩一下就变了，真的就从头到尾就有一个洞哎。甩一下。你也是魔术师，你看一下啊。你把我的头脑弄得很混乱哎。这个呢，原本是我朋友送给我的幸运木签，现在我把它绑起来。OK。然后接下来蚂蚁，嗨，它是你的了。送给你，哇，谢谢，是开心吗？好有意义哦！你回去练看看，看那个洞会不会跑出去？好可爱，非常特别有意义的礼物送给你做纪念，好厉害哦！精彩的表演，掌声鼓励一下！来自日本的年轻魔术师 Sora 即将带给大家与众不同的奇幻魔术。现在开始会有很神奇的事情发生。Music。天上风筝在好可爱。